几乎不约而同的，在距今四五千年左右，这些大江大河的孩子们都萌发了记录与交流的愿望。于是依靠环境和经验的赐予，他们分别用美丽的图画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欲记录下来。这是人类建起的一座座真实的通天塔，它所储存的能量标志的成就，培育了我们对祖先的敬仰，塑造了我们的精神内核，凝结成了每个民族的文化纽带。然而，以追求永恒为使命的文字，却与远古人类一样弱不禁风。今天，四大文明孕育的古文字中，有三种都被深埋在了岁月的风尘中。但是，那悲壮的泯灭，沉重的掩埋，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汉字不同寻常的生命特质。千年前，这里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在各个种族不间断的征服与被征服的过程中，源源不断的沙砾掩盖了两河流域肥沃的土壤，也掩埋了苏美尔人灿烂的文明。公元前一世纪，苏美尔人在泥板上压刻的楔形文字被在缩草纸上画写的字母文字所取代，从此，这种曾在两河流域广泛使用的文字以及它所代表的文化，竟黯然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长达1500年之久。公元1472年，一个意大利人游览古波斯的首都时，在皇宫的遗址里看到了这些刻在墙上的符号，他把自己的满腹狐疑带回故乡，但是没有人在意他的发现。140 anni dopo questa prima scoperta, un altro italiano si reca a Persepoli e fa un'altra scoperta di importanza enorme. Scopre una stele con dei caratteri presumibilmente egiziani che porta in Europa. 这些原始的符号究竟代表着什么？首先，在欧洲复苏的现代理性开始为人类祖先的踪迹激情澎湃，魂牵梦绕。可是这些像蝎子一样不规则排列的奇怪文字，让欧洲学者焦虑了好几百年。如果不是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场庄重的猜谜竞赛不知道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所谓的大石头就是贝西斯敦铭文。贝西斯敦铭文是刻在贝西斯敦村的一个悬崖峭壁上的一个铭文，是为大流士歌功颂德的这么一个铭文。它用三种语言刻成，按照先后顺序是埃兰语、古巴比伦语，其实就是阿卡德语和古波斯语。为了这个彰显这个波斯王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这个铭文呀被刻在这个非常高的这个悬崖上，路过的行人呢就很难看得仔细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2300多年来就大家都没有注意到这段铭文。1835年，这块岩石终于吸引了一位年轻英国军官的目光，他的名字叫罗林森。好奇的罗林森将这段楔形文字的铭文制成拓本带回了欧洲，
经过12年的苦心钻研，罗林森首先解读了3种文字当中距离当时最近的古波斯语，然后以此为参照，最终解读了其中的古巴比伦语和埃兰语。失踪了1500年，被发现后解读又困扰欧洲人长达300多年的楔形文字，终于借助贝西斯顿铭文这把钥匙，一点一点地大白于天下。笼罩在面纱下的两河文明，向世人展露出他勾魂摄魄的微笑。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雄伟壮丽的金字塔矗立在尼罗河畔已经5000多年了，但在19世纪以前，没有人知道是谁修建了它们，也没有人知道这绵延起伏的黄沙下面淹没着怎样令人叹为观止的辉煌。公元5世纪，来自欧洲的征服者野蛮地封闭了最后一批古埃及神庙，并严禁使用法老的语言文字，于是岁月的黄沙成为古埃及文明无法摆脱的宿命。100年过去了，1000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听懂金字塔。公元1798年5月，不可一世的拿破仑率领庞大的舰队和50000多人马远征埃及。150多位科学家、学者和艺术家加入了这次不同寻常的冒险。不幸与幸运并存，几乎所有东方世界的重大历史秘密，都是被欧洲人好奇而野蛮的大手掀开了神秘的面纱。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也不例外。第2年7月，法国士兵在尼罗河河口附近一个叫罗塞达的小镇上挖防御工事的时候，后来被称作会说话的罗塞达碑破土而出。当时拿破仑的这些士兵呢，一下子就震惊，然后手里的东西都掉到地上了啊。那么马上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科学考察团的语言专家。语言专家来了之后，仔细的查看，发现上面的碑文是用3种文字书写的，其中一种文字他们认的是希腊文。那么他们推测另外2种文字呢，应该写的是同一个内容。那么这个石碑后来就变成了解读古埃及文字的一把钥匙。今天，会说话的罗塞达碑被放置在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入口处，石碑的题签上却写着“不列颠军队征服的战利品”。当时，军事强人拿破仑的法国，并没有保住自己远征埃及的硕果。仅仅保管了2个月，1799年9月，在与英国争霸的金字塔战役中，罗塞达碑又成了英国人的战利品。此后，英法两国的学者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解读竞争。也许是因为可以实时面对罗塞塔石碑，所以英国的物理学家托马斯·杨很快便读出了其中几个希腊人的名字。但读出几个外国人的名字，对于解读古埃及文字的意义并不太大。转机出现在20多年后的法国。1822年，一位精通10多门古语的天才商伯良在这项工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正确地判断出古埃及的文字当中既有表音符号，也有表意符号，还有一部分符号呢，是起着像我们汉字的偏旁作用的，是那种限定符号。所以商伯良等于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解读方向。
另外呢，商伯良最大的一个贡献还在于他是第一个成功的解读出古埃及法老名字的人。所以商伯良在这两点上就打败了托马斯杨。